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2.5 到 2.7 复刻角色曝光，黄泉登场时间安排，人权卡接连 UP， 2.5 卡时角色抽取推荐，飞过定位大反转，史诗级优化来了。星穹铁道 2.4 卡池越来越近，新五星角色云离娇秋也即将登场，各位开拓者们是不是都已经等不及了呢？而说起后续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，也是很多玩家比较关心的，就后续卡池角色等相关消息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就是即将到来的 2.4 卡池了，两位新五星角色分别是云离娇秋，复刻角色分别是霍霍花火，后续的 2.5 卡池两位新五星角色官方也已经公布，分别是飞霄灵沙这两位女五星。 2.5 卡池复刻角色的话，就目前的相关消息及角色未复刻时间来看，大概率是黑田鹅、黄泉这两位。而说起后续的 2.6 到 2.7 卡池新五星角色的登场消息还是比较少的，不过目前网传的消息来看，已知的是在后续的版本中，阿格莱亚、罗斯姑母、星期日 SP 停云都会登场。个人感觉在 2.6 到 2.7 卡池登场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。至于 2.6 到 2.7 卡池复刻角色的安排，除去 2.5 卡池的黑天鹅、黄泉外，最长时间未复刻的角色也就希儿、真理医生这两位时间较长，所以说这两位角色在 2.6 卡池复刻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。不过希儿毕竟是复刻了一次的角色，后续依旧有可能复刻 2.0 版本及之后的角色，如知更鸟、沙金等角色，总的来说版本跨度大，随时都有变动的可能性，各位开拓者们还需理性观看。星穹铁道 2.4 卡池终于要来了，新角色云离娇秋也即将登场，各位开拓者们的星穹是不是都已经准备好了呢？除了新角色的登场外，后续 2.5 卡池新角色飞霄灵沙的抽取也是很多平民玩家比较关心的，就后续卡池角色抽取推荐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就是 2.5 上半卡池的新五星角色飞霄了。飞霄这个角色在设计方面还是非常有意思的，不同于其他仙州人的服饰，景元将军的同款白毛。在定位机制方面，波提欧已经占据了击破巡猎的位置，那么飞霄是这个定位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。反观其他定位，大概率是传统的智商加追击路线，也和才出的仪器套装比较符合。飞霄的整体定位大概率是主打大招爆发伤害，并且以追加攻击为手段的常态输出的双爆类型的主 C 角色，个人感觉是追击 C 的可能性大一点。当然了，不排除有可能呢是直伤 C、 击破 C、 DOT 的一种，具体还得以后续官方公布的消息为准。对于白毛狐狸，虽然强度并不确定，但是有条件的话还是非常推荐去抽取的。而说起 2.5 下半卡池的新五星角色灵沙，就目前的相关消息来看，灵沙基本上可以确定是净流营的超击破队伍，并且还是加拉赫的上位。对于平民玩家而言，如果已经有了多个限定生存角色，如浮玄、霍霍、罗莎、沙金这些，并不推荐强抽，玩流营超击破队的话推荐抽取，作为版本末期登场的角色，极有可能成为后续的大拐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官方在最近也发布了最新的优化内容，其中提到了战绩、养成建议、地图优化、成就攻略等。废话不多说，具体大家直接看下图。总的来说，优化的内容还是非常实用的，也方便了各位开拓者们更好的探索游戏，说是史诗级优化也不为过吧。